太好了，如欲攻取洛阳，必须先破韶关、汜水关。我十八镇诸侯可分五路人马进军。元盟主可引一路攻取孟津，孙文台将军可引一路攻取成皋，公孙将军可引一路攻取泰国。 霍氏了，霍氏了，霍氏了！禀盟主，韩将就与华雄征战不到一回合，就被斩于马下。什么？又被斩了？一个小小的华雄都如此棘手，以后碰到吕布该怎么办呢？ 谁敢出战华雄，赏金千两，赠两马白匹。谁敢出战？大哥，只可惜我的上将颜良、文丑未在。 如有一人在此，岂容华雄放肆啊！马弓手关羽，请战华雄。什么？你一个小小的弓手，竟敢口出狂言？你以为我们众诸侯没有大将军了吗？插出去！公兄，息怒。 你看，此人既敢于请战，必有勇略，为何不让他试试？是一个小小的弓手出战，岂不是让华雄耻笑了？公鲁兄，请看，此人生的卧眉凤目，满面英雄气，华雄又怎么会知道他是个弓手？ 这个姓曹的说的对，二哥这个攻手胜过你们所有的将军诸侯。若砍不下华雄的头，那就砍关某的头谢罪。 刘关张三兄弟一同生死，如我二弟不伤，愿砍我三兄弟的人头。好，刘玄德，不愧是皇室宗亲，豪气干云。全校，在拿酒来，我要为这位壮士敬酒壮行。 又是一个人头落地了。马腾将军，你率五千人马策应。好，你可率五千人马。如果也死了，那又该谁出战呢？是啊，果然名不虚传呐。是啊，这才对。
曾设第十九镇，讨贼兵马，统兵将军为刘备。刘备领命。